浪侵袭英国沙滩上，遮阳伞密密麻麻，民众热爆冲到海边消暑。当地飙出史上最高40.3度高温，东伦敦村镇一排房屋起火燃烧，消防员形容情况有如绝对地狱。调查后发现，这恐怕不是高温引发野火，不排除有人蓄意纵火，消防员疲于奔命。Some of the fires today have required more than 30 fire engines. Some have required 20 fire engines. Some have required 15 fire engines. It's simply not possible for the London Fire Brigade to respond to all of these fires if they continue at this pace. 伦敦消防局经历二战以来最忙的一天，因为一天内接到2600通求救电话，是平常的7.4倍。西班牙也传出热死事件，10天内超过500人丧命。清道夫为了保住饭碗，午后扫街工作却中暑，体温高达42度，最后不幸热死。马德里清洁业者才宣布39度以上就可停工，就连北欧国家丹麦也飙到35.9度，是81年来7月最热记录。美国赌城则飙到41.1度，女驾驶把战斧牛排放进汽车引擎盖里，开车38分钟后打开一看，肉几乎全熟，还得用隔热手套取出，立刻开吃。记者综合报道。旺旺水神抗菌液，它的成分呢是微酸性电解次氯酸水，它呢跟病毒作用还原之后呢，它是还原成水的，所以对人体包含孕妇对儿童都没有影响。重要的是它一天用上好几千次好几百次都没有问题哦。很好奇在哪里买吧，直接上快点购。